建个头的话，就蛮可以做我们这些新鲜的事。Thank you.
三年，左三年，右三年，终于等到有机会了。
Thank you.
国家回馈给社会，这是他的理念。他不但如此，他真的做到了。他退役之后呢，你知道他去哪里吗？他去监狱当关护人十几年，然后从医务关护人，然后现在呢做到法务部跟生保护会南投分会的主委。主委听起来还蛮大的，对不对？要做什么？他跟我们很像，就是要到处去募款，然后募资源，然后帮助那些监狱出来的更生人们有好的工作，或者是说要在暂时训练啊，或者是要开小店啊。所以他真的，他不但帮助社会安定我们社会，对不对？帮助这么多更生人。那除此之外呢？黑老师专场大家都看到了。上一次大鱼在台中探险的时候，我有表演。哦，是是是。对，那个吹箫的时候是我。哦哦。有没注意到啊？龙明之光。感谢感谢。那我们还要致这一位感谢状。那老师您方便吗？需要我帮您？其实我们不用不要，因为家里摆很多。哎，第一次来我们荣家。您先收下，放在墙上，看到才会想到我们。谢谢。之后我们。老师，然后看到刘念拿了我们感谢状就要常来。面包软上，边吃边打。谢谢老师。
先介绍一下他。他现场到了吗？我先继续介绍完我们的贵宾，让副县长也认识一下。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主场的主要干部哈，云林县摄影学会林雍淳总干事，林鸿生大师也是我们前任理事长，张仁杰理事长现任理事长，然后跟我们是紧密相连的姚成慧处长。处长这边帮我们培训出来的，然后荣民之光环就看我们荣家继续照顾，我们是有关系的。然后陈芳宜议员服务处的郭米兰秘书，护国团云林县团委会陈秀平组长，林碧峰总干事吗？不是，对不起啊。那林周深大师，我们的。然后许树丹大师，许树丹老师，然后荣兴志工队郭章仁队长，大家好。我们的荣兴志工帮我们非常非常多嘛。那还有一个志工队是我们的长青乐活志工队的陈万里团长，团长，他们每个礼拜都来，然后在我们的老家办活动。刘建国立委也派他的秘书徐月英秘书欢迎。然后云彩学员，云彩学员团长陈干义团长，欢迎。这是漏介绍的，我再补一下好不好？那我们是先请我们的云林县的大家长，龙家的大家主任，你要先讲话，对不起，先请我们主任来为这个活动致辞。谢谢我们承办主任，今天难得看到这么多贵宾，这么多第一时间能够莅临我们荣家，我们云林县摄影学会摄影展，所以他有一点那个有点紧张但是呢，还是代表我们荣家，首先欢迎今天包含我们副县长、议员所与会的贵宾，还有我们所有荣家，我们所有的荣民伯伯、阿公阿嬷、大哥大姐，大家。
要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云荣家祝您们都非常期待像这样子的艺文展能够到我们荣家来，让他们整个生活都能够变得更多彩多姿。其实这个已经大概已经来布展了大概半个月、哦、我们今天开幕是稍稍晚一点开幕，是上半个月。其实从这一次的这些照片，也希望大家待会能够驻足欣赏一下。其实这一次当这些照片挂好之后，那因为我们搭配我们的这个之后我们荣家最新采购的一个这个显示器，就轮播之后，很多家属利用假日来陪伴长辈的时候，每个都在那边一直在那边欣赏，一直跟我们说，哎，这个是你们荣家，说对，我们就引导他到旁边看实际的这个大作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其实透过这些摄影家的这些的角度，为我们带来更多元、更不同视野的一个对于我们大自然也好，对我们人生百态的一个观察。然后我们这些家属也好，当家属陪伴住民在这边欣赏的时候，我觉得不管那个时间长短，他都可以感受到，在我们荣家之外，其实这个世界还是非常的美丽。虽然有的时候他们因为身体上面不是那么能够第一时间出去，但透过摄影的角度，我觉得他们仿佛也跟外面有了更多的连结。这是为什么我们不管是书法、画画、摄影，甚至还有其他的展，我们都欢迎来到我们云林荣家，就是因为住民们可能不是那么有机会能够多出去到这些地方，那希望把这些艺术作品引进荣家，能够让他们真的在住在我们荣家之余，能够感受到各界对他们的关怀，然后也让他们的视野真的更开阔一点。那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所有与会贵宾能够莅临我们荣家。我们荣家现在跟这个副县长、跟议员、几位长官报告，我们已经这个最近在会里面的督促之下，还有我们县民啊这些著名贵宾大家我们帮忙宣传，我们现在已经破350个，而且我们明年4月份完工，6月份开始收复的狮子园区96幢，已经会里面。准备还要在云林荣家，可能还会再推一个新的中程计划，也是要来做长照。就未来我们整个家区可能有到500个的一个长辈的服务容量，所以非常希望能够跟我们所有在地的各界的好友也好、长官也好，都能够持续跟我们荣家有更多的接触。有需要我们荣家服务，也请不用客气，一通电话，我们能够协助的，我们一定尽我们所能，竭尽我们所能。那再一次代表荣家能够谢谢大家，然后也预祝我们今天活动很圆满成功，所有贵宾、我们所有的住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
检察长。吴先生，恭喜外省官了。吴先生，可以请帮我们致辞。因为这个团队是带领最坚强的团队，那现场的话还有农务处我们的处长，那也有我们小白议员，还有我们各位助理，就是议员的助理们，另外哦，我们台大的好朋友哈，我们的问问是我们的张会长，还有吴会长哈，另外的话就是与会所有的先进啊，各位叔叔伯伯啊，各位宝眷，大家好。我们家主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自从家主任来了之后，我们仿佛看到好多好多的连结都进来，不仅是说很多的单位走进来，最重要的话是因为家主任在之前他就是走出去了，所以跟我们社会做了很多的连结，然后呢我们觉得真的哇哦，今天这个是一个创举，在儒家助人，我们是一些会员，我们所有学员，还有我们干部的这样子非常精心的这些作品，我相信摄影这个技术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它应该也是一个表达情感、记录生活点滴，甚至它可以影响世界。为什么呢？我有时候千言万语不如一张图片。大家还记得吗？我印象很深刻，去年的六月八号，去年六月八号应该是在，如果现在算起来的话，是51年前的六月八号，有一张照片，它震惊了全世界。到去年，它还有回响。就是在越南那个小女孩被那个烧夷弹烧到了，然后她在奔跑的时候，有一位美联社的记者，他就捕捉那张画面，那张画面震惊了全世界。如果大家上网去找的话，那这位女孩子的话，她叫潘氏金福，那她去年她跟这个摄影记者他们在纽约相见欢，然后她说她就很感谢，如果不是因为这位美联社的记者拍下了那张照片，他根本没有办法活命。然后在这50过去的那50年当中，去年来算的话，他说他们这50年当中就是另类的家人，他都把他当成是 uncle 叔叔。所以这个相片我相信如果我们 Google 上去找，我们找到很多经典的，那张是越战的经典照片。那大家还记得吗？那个胜利之吻，二战结束的时候，在那个广场，两个陌生人，一个美丽的误会啦。但是那个胜利之吻啊，上网找都找不到。那其实我刚刚在这里，坐在那边往这边一看，哇，觉得很熟悉我们说云也是多么的美好，你讲了再多都没有用，不如一张相片来的呈现。那我记得在若干年前，我们也是做类似这样子的，我们是请画家了。当年的话，大概1995年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云林县实在太美太好了。那当时不认识各位大师，所以呢，当时是邀我们云林县的画家实地去走访。那我觉得用相机来记录家乡的美好，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说，原来那九天那个瀑布是那么的美丽。那它的柿子秋天的时候，那个柿子是冰刚好被提压在上下面，暗送矿泉水，因为真是。那我记得有一个画家，他就把这个画下来，这个情境画下来，所以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刚刚到那个这一门席那个蔬菜，我们是蔬菜的王国，这个在上面。